小河流旁，不用追赶浪潮，大世界里有小星球，淡紫的极乐也骄傲，不用打扰，愿意平凡渺小，城市太快，人群太喧闹，我们慢慢做自己就你照顾好相公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好，小姐，你快点回来。我走了。娘子，你快点回来！这小傻子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你在家乖乖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进来。二公子、三公子、少奶奶，小的打探清楚了，十三王子云游在外，眼下不在。听闻烈焰帮要前去讨要投奔守月山庄之人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如此正好，守卫山庄一向标榜以礼服人，咱们可以先去摸个底。大嫂，你的易容术可以派上用场了。终于轮到我上场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易容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你的身份是张麻子，脸上都是麻子吗？那也不能跟马蜂窝一样吧？又怎么了？你竟然把我化妆成一个娘们儿！你的身份是他老婆，当然是女人了。你怎么不化成他老婆？你嫂子我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我要是往人群中那么一站，肯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到时候大家就会想，没听说张麻子的老婆如此倾国倾城、花容月貌，不就吉星不就露馅了吗？那些鱼雁感情都是瞎的才会落下去，不害臊，我扮成女人，一开口不就露馅了吗？你不开口当哑巴不就好了吗？二哥，你看这个女人把我弄的。喂，你们两个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女生的步幅长度吗？怎么那么小心眼？不都是为了掩饰身份吗？大嫂莫再高声，别暴露身份。咱们只是先去摸个底，所以别节外生枝。不管发生何事，不许乱说，不许乱动。知道了，我多么识大体的一个人啊！诸位，我们守岳山庄收留江湖中落难的豪客，从来都是以礼服人。今日列邦此次报告。二公主啊，回来了？怎么突然回来了呢？快赶快准备，赶快准备。是，快去快去。诸位，我们家王子已经回来了，马上就到。二庄主，王子马上就到，可咱没花也没婢女啊。随便拔，实话全给我拔了。婢女，你们几个扮美女不就行了吗？我们拔花扮啥？过去过去过去。哎，你过去，多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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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站住！咱这大红地毯前几天洗了，眼下咱没有这么大的地毯了。把庄园里面所有的地毯都给我找出来接上，实在不行就把床单、被褥什么的都给我缝合在一起。哎，是，过去。哎，别过来，不管是什么都得给我变出来。是，过去。你们说，这是王子的山庄吗？怎么鸡飞狗跳的，跟土匪窝似的？我看这地方挺适合你。我看当女人也挺适合你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十三王子到！所来何事啊？王子，在下是烈焰帮的帮主严大富，俺是个粗人，有啥话俺可就直说了啊。是俺的老婆跟俺的异地勾搭，据我所知现在就躲入这个守岳山庄。我可听说王子你可是守信以礼服人的人呢，不知王子能否
把这对奸夫淫妇交还于俺。你的问题本王略有了解，不过敢问严帮主，你与夫人成亲之前，是否要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？他对你有没有半点推辞？你对他有没有半分强迫？黄昏后，嘿，俺是上午娶回来的。啊，再说了，这，嘿，这生米煮成了熟饭，吃穿不愁的，他还挑剔个啥呀？啊，敢问严帮主，你上次洗澡大约何时啊？王子啊，我记得是在去年的中秋，啊不，是端午，是端午。哎，王子啊，你问这些芝麻粒的小事儿，究竟是作甚呢？这便是以礼服人，尊夫人乃生于书香门第，她嫁给你，就好似李清照嫁给了李逵。对牛弹簧，琴瑟难遇，两人怎能和睦？若是两情相悦，心心相印，何不高情远志，放手成全？我说啊，翻译翻译，王子说的是何用意啊？啊，大概的意思啊，就是让你放手。啊，这，嘿，还有，王子啊。原来是这个意思，那他可是勾搭一嫂，天理难容啊！你这，十三王子，严帮主和夫人已然成婚，名分已定，他兄弟公然勾引有妇之夫，这话恐怕说不过去啊。本王这里没有名不名分，只有爱。与不爱，在情在理，有理有据，说得好。他好什么好啊？好啊！嘿，感情跑的不是您老婆，我不管。今儿个我老婆，我必须带走。严帮主，你是任本王这里，还是要与本王的手下切磋一番？王子，您说笑，说笑。本来是要摸个底细的，现在好，因为有些人莫名其妙崩了一句前功尽弃。怎么说话呢？阴阳怪气的，那十三王子很懂感情啊，我赞同不应该吗？蛇人山庄势力强大，却从未看过十三王子显露过武功，此人武功只怕深不可测，这一次没见着，可惜了。二公子，进来。二公子、三公子、少奶奶，两帮人没打起来，烈焰帮那群人胆小如鼠。被守月山庄的人一下就灰溜溜的跑了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看吧，就算我们不出来，我们也见不到十三王子的武功。爹在朝中为官，他是王子，咱公家守月山庄不宜撕破脸面，若按江湖规矩来应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也寡不敌众。看来要救出宫守正，还真得好好记一番。来什么硬的？他们以礼服人，咱们和他讲道理不就完了吗？以礼服人，这你也能信？你难道没看到吗？那些都是歪理。我倒觉得十三王子句句在理，他若真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，未必会讲道理。可刚才看来，他确实是深明大义、崇尚自由之人。二公子，进来。十三王子派人来请公家少爷前往守月山庄一聚。啊，他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别忘了，他可是当朝的王子。正好
咱们找他讲道理去。刚才你们也说，这只是一个计策而已。道德是一本假秘籍，宫二公子又何必追究呢？秘籍虽假，但宫守正背叛家门，触犯我们宫家家规是真。我们索要宫守正，并不是因为家规的问题，是因为他欺骗了我们的感情。宫少夫人与本王相识的一位故人颇为相似。到本王抚琴的时间了，容我考虑考虑。宫少夫人，听我弹奏一曲如何？请坐。真是用口水和笔墨都无法形容的悲切。这个王子看起来有故事啊。宫守正，我可以放，但也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请讲。我要去南海的观音庙上香，能否与我同行？啊，拜观音？这个套路有点熟悉啊。这是交换条件吗？看你怎么理解了。情之所至，发乎本能，自看缘分。此事怕是不妥。十三王子，你进香是假，让我大嫂陪你一路是真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原来二公子觉得我图谋不轨，若我偏要你家少奶奶陪我同行，又如何？江湖之事，自是要用江湖的规矩。想带走我宫家的人，先过我这关。宫家心法，天下闻名。我倒是想跟宫二公子比试一番。你竟不会武功？本王虽然不善武功，但既然宫二公子有如此要求，本王便派自己手下代表本王，与宫二公子比试一番。Thank you.
原来这琴声还有这功能，隔空指挥，有点厉害了。王子虽不善武艺，却对各门各派的武艺了如指掌，门客武艺精湛，在下佩服。宫二公子过誉了，如此宫守正的去留还是由本王来决定，可否？我陪你去。大嫂，不可。我自己惹的事我自己承担，你不用管。大嫂，此事你务必听我的。设计公家自然听你的，但现在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随你走一趟。来人，给宫守正带去。虽然守月山庄已不再收留宫守正，以致他来见你们还是要自己亡命天涯，由宫守正定夺。老奴愧对公家，无意逃亡。于小姐，我欺骗了你，我向你致歉，请转告老爷、夫人，公家对我的恩情，我守正来世再报。想死，没那么简单。你告知我幕后主使，你就按照计划行事，将功补过。二公子，我既有备而来，早已服下剧毒。死了！哎呀呀，脏了我的地方！高寿奶奶不在，好无聊啊！是啊，都没有了欢声笑语了。不走不知道，一走才知道大少奶奶无理取闹的热闹。我也好想娘子啊，她那么帅气逼人，那么美丽动人，那么温文尔雅。大大公子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老婆啊？你这说的怎么跟我家小姐一点儿都不一样呢？一样啊，最重要的是他最喜欢我，关心我。这倒是没错。大大公子，你在干嘛？这上面有我娘子的味道，每次想她就闻一闻。我怎么闻不到呢？你别给闻没了，这是我娘子专属的爱的味道，我知道。一言既出，你们俩放心吧，
保重。十三王子品格高雅，断不会做出卑劣之事，但绝不会无所企图。言之有理，那我们还是在后面跟着吧。守月山庄人也不多，不如咱们硬抢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先不要轻举妄动。那怎么办？跟，死跟。你们王子呢？那个，我有事找他，你去帮我说一下。回云小姐，王子说了，有事我代为传话就是。是下雪了吗？本王今日本想有雪陪伴，便有了此情此景。嗯，王子说我像你的一位故人，那人可是你曾经的恋人。于姑娘果然冰雪聪明。这倒不难猜，看这雪铺的就知道你对他的情有多重了。既是因为我像他，你就叫我一路相伴。啊，于姑娘的确很像他，但毕竟不是他。本王向来跟从第六感，也相信一眼之缘。这一次我倒是很想帮你一把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早先听闻于姑娘被骗婚，用这种方式逃离束缚，回归自由，不是很好吗？十三王子果然是世善达人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怎么？是舍不得离开你家那位相公？我声音派向来光明磊落，这回出来是为了攻守阵的事儿。我答应了他要回去，就一定会回去。即便以后要离开公家，也要光明正大、坦坦荡荡地处理完事，再走。老板，来碗茶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圣医派被鬼域门灭门了，你听说了吗？是吧？不会都被杀了吧？听说是没死人，全部都被活捉了。哦，千真万确呀。王子，这马借我一用，报仇雪恨之后，定当重谢。鬼域门，我就算是只蚊子，也要你们出一口血！大诺啊！我早就知道你想问什么，看到我们这么激动，确实我们都是天下少有的美男子。我们的目的地当然是有权有势。多肉多金的北漠第一大户，鬼域门是也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哼！记住你了。
娘子不见了，我要找娘子，找娘子。草球，没有娘子来不了。娘子跟我变的。娘子的梳子。大少爷这个状态已经持续半个月了，每天少则十几回，多则八十大战。每天睡醒了就哭，哭醒了就睡。唉，要是再这样下去啊，迟早还不恼。没办法呀，现在老爷和二少爷已经派人去追查了，他们也是担心大少爷这个状况，所以才没让他一起去的。也不知道少奶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唉，现在整个公家都没有了生气，好久都没有笑声了。二少爷。少爷他，你们先下去吧，这我看着。是二少爷。大哥想大嫂了是吗？我带你去找他。你真的要带我去找娘子吗？嗯。不对，你是骗子！你上次说要带我去找娘子，也没有找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你不相信的话，就算了。这次。你真的没有骗我吗？自然不会骗你，大哥要听远航的。大哥，咱们先吃饭好不好？吃饱了有力气，咱们就去找。我不吃饭也有力气。你这样的话，那我可就不带你去了。见过我娘子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你见过我娘子吗？我帮你找，帮你找。你见过我娘子吗？没有。大哥，
这样的找是没有用的，反而把你和大嫂的身份都暴露。刚才还有一个人说要帮我找呢。那些人都是骗子。骗子骗子，至少他们都在帮我找啊。我们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。二弟弟，你才是哄我的骗子吧？大哥，不要无理取闹。哼，没有二弟弟，我也能找到娘子。要不把这个男的给绑了得了？可以啊，是不错，这男的也行。天啊，他说他爱我。神啊，我命里的桃花不是个傻子就是个胖子，救命啊。玉儿，你受苦了。好啊，刚走一波骗婚的，又来一群抢老婆的，逼得我怒发冲冠，气血上扬，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强抢民女，真是泯灭了人性，丧尽了天良。我要揭发你们这个黑山寨，跟你们山崩地裂，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。小悠悠，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可爱，我太喜欢了。你凶起来的时候都是这么特别。我名声清白，跟你无怨无仇。小悠悠，我们说好的呀，等我成为世界上最帅、最出色、最有钱的时候，你就会嫁给我的。你刚刚自己也承认了，所以我们成亲吧。你骗人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过。小悠悠，你难道想抵赖吗？你要干嘛？你看，你写的承诺书还在这里呢。有了这个铃铛，你就是我一胜一的好哥们啦。有危险随时摇铃铛，叫我哦。这图案确实是吕小五。
那肯定是我神志不清、消化不良、大脑缺氧、小脑遭殃的时候胡乱写来练字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不能承认。把这个定心心物吃掉，你们就死无对证了。你吃了？嗯。太好了，老婆，是我们鬼门最神圣的仪式。老婆，你这选择吃，就选择无条件的接受我呀。你就不懂男女有别，尊重点别人隐私。哎呀，你是我老婆嘛。再说睡觉打嗝放屁吧唧嘴睡觉三件套的样子简直太合我心意了。咱俩大伙过日子绝配。我受不了了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要什么武林宝典秘籍是吧？我没有。要杀要剐随便。夏悠悠，为何你会这么说？你明明知道的，我要的从来就不是那本书，我要的是……不要一副跟我很熟的样子。你若不是要灭门宝典秘籍，干嘛又对其他武林门派痛下杀手，到处下杀帖，搞得整个江湖鸡犬不宁，不得安生？现在还挟持我神医派？我没有呀。如果我挟持神医派，为何你会安然无恙在这里？更何况你还是我老婆，我怎么会伤害我老婆的家人呢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！我为宝相信你，证据呢？老婆，你跟我来。又来？于姑娘有所不知，魔典门派相继被灭门，绝对不是诡异门所为。仿造诡异门杀帖质地，定是艾一凡那个欺师灭祖的叛徒。这有什么玄机？门主师伯艾一凡盗走了鬼域门独一无二的鬼域门杀帖，投靠了江湖中一个叫暗影阁的神秘组织，四处嫁祸。暗影阁的主人叫暗影尊者，江湖中无人知晓其真面目。既然不是鬼域门所为，那为何从未见鬼域门出面解释过？这岂不是太冤枉了？老朋友怎么吃？咱们鬼域门的信条是什么？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与广派门徒及搜寻老丈人和大舅哥们的下落了。你啊，就在此安心等待啊。拷问如何？这个圣医派，个个守口如瓶，拒不缴械屠戮。莫非圣医派真的对魔典修炼顺序毫不知情？圣医派里魔典首章之后的魔典各残章修炼顺序最有可能隐藏其中，继续严刑逼问直到他们说出为止。是。可若这个老头还是不肯开口，我怎么办？攻其要害，断其所爱。该怎么挽留你松开的手？当你决定分开的时候，爱情变了太多，回不到最初时候。你说爱你就让你解脱，不停的折磨，你我都清楚，剩下只是回忆在拉扯，只是不想认输，只是不能不在乎，曾经承诺自己都记得清楚。换取心里的落寞，爱所以会宽容，
梦。